先生，你你好，你是占光的主委嘛？哈，啊，你讲介绍讲这两个，这个两个是啥物顾问哦？这就是迄、那个安稳大局感啦。哦，啊，就是因为吼、哦，这个荷兰人统治咱，哦，啊，迄阵是安平国宝就开始欺负台湾人。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即马就是讲，咱南方的厝吼、哦，迄阵的这个。民情吼、哦，百姓会当较紧，哦，互台湾人当管住台湾人，家己管家己，对、哦，家己管家己，是，也这个宗教庙是艺术家，哦，是，再来做这个安环一个这个模型，哦，这是荷兰人的模型，荷兰人，荷兰人的模型，叫来跟人触角了，对，叫来跟人触角。哦，啊，意思是讲哦，即个甲咱的文化撇掉就对了，哦，袂使甲咱的文化消费就消费去。恁这两天外久啊？哦，这都是讲这间庙直接去嘛是。哎，这两天。40几张。这两天有40几张啊？40几张。哦。